龙轩断开王传一暧昧型难看片，很想谈恋爱，好想要谈恋爱。任荣轩堪称暧昧机器啊，每拍一部戏就跟男主角传绯闻，而绯闻男一号是李国毅。那容易？现在没有考虑这件事情。没眼光，没眼光，没眼光！任荣轩下手速度之快呀、啊！今年他又传跟听见幸福的王传一啦啦啦啦啦啦出真情，目前没有这个想法。但任荣轩用行动证明老娘可是很抢手的。明桥在身边不就多出型男护花了吗？苹果日前就记他跟型男在信义威秀看电影。You think you're ready for the field? Get away from me! God damn it! 小两口看的是喜剧片《麻辣间谍》。双手各自放在自己的脚上，看起来还在暧昧的阶段。这个时候，我该牵他的手吗？我讨厌，他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？啊！结果两人还真的这样纯情看完电影，有说有笑的离去。型男很有绅士风度的帮任荣轩开小黄车门，相继上车。哦，是回同个家吗？但他经纪人急着否认说他们只是朋友。他打车回家路上，顺道送他到别处啦。苹果与浪泪。原来这就是剧中人散的寂寞。